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今天就再带各位朋友逛一下西周公有市场，因为 M 嫂她要买菜，就顺便逛一下。好，看要买什么。好，走哪里？好，走。顶溪七二哥。小鸡肉看起来很漂亮。我、今天超热闹的啊！啊，今天又是一个很热闹的感觉。好，再往前逛啊。好，这葡萄很漂亮啊。玉米笋。哎，看看呢。来，你好。哎，现在是对。小丽，小丽，你要不要吃呀？很快吗，阿叔？啊，平啊，很快哦。哎，丢了这个。便宜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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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的呢，这应该是宠物啦啊！哦，现在已经很难得看到活的鸡了啊，在这个都市比较少见呢。哦，好好好，这个赞啊！来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嗯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。哈哈哈，好像很少可以看到活的鸡啊。哈哈，嗯 ，OK， 活的呢，活的呢。宠物啊。它是宠物。哎，这个。也是有人把鸡当宠物在养啊。啊，这家就是上次曾经来过的这个菜市场生鱼片啊。好，这是卤菜啊，肥滋滋，滋滋肥啊。好，后半段人就稍微少一点了。
鱼货都很新鲜啊。自家捞捕布拉提，我看得出来是蛮新鲜的啊，因为我妈以前跟我讲说，这个好的布拉提就是有点带点灰色的。好，这是好的布拉提，可以布拉提炒蛋。嗯，请问怎么卖？小包的100，大包的150，蛮便宜的，要不要买就买吧，8块啊。那就买个小包的。好，买一包。煮的时候不用洗，哈，直接放，直接用。炒蛋。对，炒蛋的话可以加一点点酱油啊，如果你干炒的话就不要再加盐巴了。原本就有在，又咸，一点点的，因为你没有盐没办法放，而且你没有加盐，它就会加其他的东西下去。好，好，谢谢你。我是固定摊，我就是坐在这啊，我们是自己船捕的，对，好，自己也是船友，好，自己的船捕的啦。OK， 好，够。要这个眼力啊，一眼就要看出来什么是好东西啊。你讲咧，我做人囝来啦，你干事，亚洲来哦，你。来来来，来。那刚刚那个布拉提就是很好的啊，又不贵。好，按嫂说要回头，好吧，就回头。好，这是这个珍珠鸡啊，之前有吃过，还蛮好吃的啊。看要走哪里就走哪里，这边也可以啊。看要走哪里，走啊，可以走啊，这边也有啊。是新鲜的鸡肉啊！这么多人代表他这青菜不错，哎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哎。请问茭白笋一包多少？160。一包160。就在逛逛了啊。跟着麦克叔叔逛菜市场，嗯。越南的啊，特别。超阿贵啊。甘蔗鸡、咸水鸡啊。来，好吃的鸡肉，好吃的鸭肉哦。看起来也不错啊。啊，这一摊有很多种的鸡蛋，还有土鸡蛋这些。啊、那个花椰菜2.80，算便宜。
这段人比较多，所以我只好后退一点。再加一点油花。所以这吃吃它的量都最好吃啊，肚子最好吃、啊。这边鱼很漂亮啊。要不要？不会很大、啊，好不好？就白色。白色就它油脂啊，就是它油。看起来很漂亮。那个两条300斤汤，是要吃这个，对啊。回去不倒油，还是要倒一些些就好。你回去先油倒一些些就好。请问这一片多少钱？一斤300啊。一斤300。奶奶，这548、540。我看起来很漂亮啊。比较贵，但是它那个鱼肉看起来很棒。嗯。啊，这火龙果也好漂亮啊！你拿照来照啊！好美哦。啊，这个这一间我妈妈说蛮值得买的豆腐啦，对吧？做汉堡肉，这个豆腐说是那个，看要不要买？买传统豆腐，两盒。我要买那个板豆腐。一盒，没有那种一般的豆腐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被去改的。对，可不可以用？啊，不要，好。来哦，好，那 M 嫂说她做菜用不到这种，那就算了。啊，那这家就是之前曾经有来过，很客气的顶溪捷运站后面的广东肠粉。老板娘嗨，哎，好久不见，打个招呼。好 ，Go。好，那就继续逛啊。好，这家大家美食馆是我妈妈喜欢吃的店家。好，但是我们家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皇家彰化霸丸。好，这一家就是这个有一位我的粉丝很喜欢的干洗中心啊，但今天没有开。哦，他开在这里啦，眷村第一乡。前阵子我找一阵子找不到在哪里啊。原来在之前那个面线的位置，复兴街28号。然后他们的炸物很好吃，下次再来拍。巷口炸鸡。好，那就继续逛啊。这边茭白笋小包70，大包140。再看看。哦，这个巷子很有感觉，老老的感觉啊，赞啊。
都是公的，有的就很贵，有的就很难。好，那 N 嫂说往右边走，那么就往右边走啊。好，那买啊，买这家豆腐是。好，传统豆腐哦。好，看看减肥到底要吃什么啊。买了没？赶快讲。一包二十，三包五十。再两个，要买一包。啊，你才老白菜，你也老白菜当用啊。啊，你爱吃啊，咱甲准备的面汤都有啊。来呀，排骨只要100块啊，煮汤的排骨只要100块啊，一百块就好啊。是啊，来，我们两手。啊？梅花排骨啊，两只啊，好，170啊。哦，刚刚那个误会了啊！我不是不买，是 N 嫂在买，我要帮她提啊。提示我在提啊。刚刚那个旁边讲说不要买，不要站我旁边。你的不要买，不要站在这边。跟我讲。现在还要买什么？哦，这是小鱼干啊。哦，但是记得啊，这个今天晚上我一样是要上班的啊。哪里？漂亮鸡蛋哦！上次有买过吗？蛋还不错。鸡蛋哦，看到是鲜的，很漂亮哦。哎，老板看到，看到没有？看到。你只是看这个，就是认真的了。Bye-bye.
N 嫂不见了，回去找了。哪里？哪一家？前面啊。就好吗？我觉得这包也行。对对对。这样要小黄瓜，那就买啊。哦，四条五十，这样选稍微直一点的，你选就好啦。直一点。直稍微直一点，那比较饱满的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不一定。好，我找这个我选的了啊，好，结账。好，因为减肥还是要吃小黄瓜啊。就这一家是，这一家不拉小鱼干好吃，哦。前面那个也好吃啊，那个比较像昨天一样那种偏甜。偏甜啊，包鬼啊。哦，这个在做柴鱼片啊，比较少见的，这个比较少见啊。这样好，这个也参考一下，现刨柴鱼花莲特产。好，回去了吧。好，那 N 嫂说再逛一下了啊。啊，其实 N 嫂她平常在吃那些，我是没有在吃了啊，因为我要开箱给各位看，就这些我是没有吃到。看看啊，大人小人都有啊，这出枪啊，这包拢放哦。啊，来这边过来，今天我要买两盘的哦。小人都有需要看这包哦。你讲你那你怎么？我一般你讲你要点。哎，这块很漂亮。嗯，要怎么看看来帮忙透气保暖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穿了，表示一下男女。不会黑锅，不会沾锅。你家的锅子都会黑。上两盒一百，哦，两盒一百，两盒一百给你哦。这回报高来对不起耶，嗯 okay。 一份五十块呢，一份五十块啊，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哦。哦，这样，嗯哼，好，很便宜啊。都可以搭配，一盒八十，两盒一百，两盒一百啊。好。好啊，好了，好，N 嫂回头了啊，好。买黄包。感觉这个还蛮划算的啊，这个港式鲜河粉，
啊，买啊买啊。五十那就买两包。可以的，就这两包。好、哦，那 N 嫂要煮菜，那个花椰菜多少？一百多，三个一百，可以啊，三朵。啊，好，那就这样吧。一包一百是？一包一百。好。OK， 一包一百啊。包一百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麝香五指葡萄啊，哎喂，好，那他喜欢的这小鱼干是在立行街87号。好，那就继续逛一下，因为这有音乐，我用我的声音压过去了。好，这一摊是我妈妈最喜欢买的这个柳橙汁摊的。好，那就吃吃看啊，因为暗嫂喜欢吃这个栗香地瓜啊。我妈很想把这个当早餐吃，这多好吃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来油饭两个，礼拜有固定的啦，都自己做的。好，够，哎。那这冷冻可以放一点吗？啊，几只都自己做的。哎呀，进啦进啦。可以啊，嘿，进来吃点啊。
这个是红冬地瓜啊，栗子地瓜了，栗子一样的，一样的啊，好够，一样的了哈。啊，那个是本地黄牛肉。啊，这边猪肉也蛮新鲜的。不是绞肉。小一点的。哦，这是那个蛋饺小姐，很久没看到啊。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哎，你有一阵子没有来这边嘛？对啊。哦，之前在别的菜市场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，这里我就只有改礼拜六来了。哦，只有礼拜六来。哦，那这个就是上海蛋饺啊。那这个小姐做的上海蛋饺很好吃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嗯，那谢谢。嗯。好，那有兴趣朋友可以买买看哦。那有各式这样的菜色啊。好，谢谢。嗯。好，走了吧哈。好。反正虾子还蛮新鲜的，嗯，全一斤多少？虾子一斤两百，要想要买吗？我自己看一看。好，那就买一斤。水煮就好了是吗？可以水煮，然后煮粥煮面，好，要不然就是炒都可以，虾子都很好，很好料理。嗯，好。好，买一斤，好，帮你挑啦。好，那就请老板娘帮我们挑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，不会不会。哎，您说您是礼拜二跟几在这？我们之前礼拜二，现在是礼拜六来这边嘛。哦，只有礼拜六。哦。礼拜六，之前是礼拜二。哦。都是在这个摊位吗？对对，这个地方嘿。哦，那恩潮他叫恩潮说。你回去试试看 ，OK？ 你在礼拜六再来找我。好，如果怕会痒的话，就是把头拔掉煮，这样就比较不会了。对对对，比较不会，因为头比较煮一点啊。啊，头比较煮。高有的怕胖哎，啊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哎。好。嗯。哎，恩嫂其实蛮喜欢吃虾子的。啊，很难得想要吃这个虾子啊！来吃啊，小还有冷饭。好吧，两百嘛啊。200-208-200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不会的，没有办法唱的刚刚好，没那么厉害。哦，好 ，OK，OK， 好。四舍五入嘛。没有，全部都走。哈哈哈哈哈。嗯。两百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好，谢谢 ，OK， 好。OK 了吧，哦，好 OK， 啊，这个老板娘蛮客气的啦，可以参考看看，嗯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鼎溪菜市场啊。哎呦。发生什么事啊？
好，那前面的警察贝贝呢就不照了、哦、就以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个 为结束哦，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好，这个菜市场就不错了哦，这个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很不错。好，那各位有来就祝你逛得开心，拜拜。